好能干啊，好，再吃一吃，吃一吃啊，再干再干。要不我看着你包饺子没有？你看我们擀好的一个皮儿，这是我们小猪擀的。哎，你擀的这么好呀？嗯，那是第一个擀的。真的是他自己擀的。是真的，他自己擀的。给猪猪姑姑再表演一个。包着举着举着进去吃啊，这个地方再擀一下，这样你铲点铲点铲粉好了，可以了，猪猪 OK。 他包的叫他自己给他自己写好了，两个啊，再擀哦，他想把人按一下，他看到我按了下，哎，你好快，好了，来，这个方向，等一下 ，OK， 好了，再来干，再干，再这样 ，OK， 好，干。嗯，给你来粉，好了，干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这个也干好了 ，OK， 耶，真厉害。换一换，擀均匀一点。呀，你还要求那么高？要中间厚。我叫你中间厚，他还坏。好，好，叫妈妈告诉你怎么包，包的举着你吃啊。猪猪，你看妈怎么包啊？你看，弄一个，然后再包起来。下回在幼儿园学做饭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弄一种。猪猪，你看饺子，哎，猪猪，你看。这个好了，你要不要包？你让他擀吧。你还真拿他当劳动力、啊。哎哎，对。好了，猪猪自己包一个。聪明，做什么像什么，脚鸡。捏紧。耶，还有一块没捏好，这个地方捏紧。这样。好，这边，猪猪这边，这个边。啊，过着那几个饺子煮的你吃了啊，好不好？这几个饺子煮的猪吃啊。嘿，你有吃了白酒。他还把饺子掰的那。
呦呦呦，你干太近了，还不玩你的车车了，车车也不玩了，玩车车去吗？不玩了，还要干饺子，你也挺好，干活。哎，这个这里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以后你不好不是不好吃东西吗？就你自己做的东西，你自己吃，慢慢的你。他在看你看那个眼睛在斜着看小唐什么包。